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的现场，新闻继续来看的是第六届阿里山杯国际青少棒锦标赛，今日起在嘉义关展开了五天的竞技，第十二队是来自国内国中棒球联赛的前十六强参赛，也有三队来自日本关东地区的球队，比赛是精彩可期。鼓声响起，气势十足。二零一二年第六届阿里山杯国际青少年棒球赛正式开始。由嘉义县政府所举办的阿里山杯国际青少年棒球赛，对二十五号起，在嘉义县立棒球场、大同技术学院球场以及中部和兴球场等三个球场展开为期五天的比赛。县长张华官也特别到场主持开幕典礼，欢迎和鼓励来自国内外的球队。每次的运动员小朋友爱知影讲吼，每一场的比赛吼，每一颗球都可能是关键，每一个球都可能是逆转，这嘛是咱人生的态度，最重要，永远不能放弃啊！所以我们阿里山杯的棒球赛呢，我们会继续下去。主办的教育处表示，除了嘉义县东石、民和国中、嘉义市的民生、大雅国中，其他国内参赛的十二支队伍，拢是国中棒球联赛硬实组前十六强的队伍。另外，日本野球协会也特别推荐三支队伍前来参赛，会使讲每一队的实力都真坚强，是小选手互相交流、展现成果的好机会。啊，三位闪亮的明星，王建民、陈伟英哈、加郭宏志哈，拢是对这基站安尼起来哈，所以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哈。但是哈，除了这以外哈，上重要的，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阿里山杯哈也可以介绍我们嘉义的风情、文化、产业，啊，也可以培养哈咱的运动员哈这个精神风度哈。来自日本球队的教练表示，去年日本三一一大地震，有真长的时间拢无倒来练球。这回会使来台湾参赛，小选手拢真兴奋。现场也看得到，日本朋友大家是小姐和馆长张华官来翕相。你是透过棒球赛，串起两国双方选手的交流，也是另一种拼外交的形式。最新新闻，陈凯华、柯耀宏、嘉义官采访报道。